不好孩子啊，校长就是他校长，到底是谁？是相亲，他去相亲了吗？我都不知道。嗯，是了。相亲了吗？是了。有男人真爱网。啥样的男人眼睛都掉地上？哎呀，这保不起，这保很难说这个情况。画非常高怎么办？解决小画，解决大画啊！我好漂亮，谢谢雨欣啊，谢谢。上课了吗？上了，马上啊！孩子们在我对面活动呢，你们从镜子里能看到啊。哎呀，我这真是吐了。练舞蹈戴眼镜影不影响？考试的时候戴隐形就行了。嗯，树杈下不去怎么办？解决前屈，解决后胯。哪个是小张？解决前屈，解决后胯。老师再说一下啊，咱们没点关注的抓紧点关注，然后那个小张萎靡了，没有那个小张萎靡，他害羞了。不到两万粉丝是不再开新群了，是肯定不开新群了啊。因为我也是今天第一天打卡掉秤，所以说是我这两天用的七天。小张跟咱们打招呼了啊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明天中午可能会播十分钟，只有十分钟的时间。会播十分钟，明天晚上正常播啊。最近有时间吗，老师？怎么了，严瑞？你说啊，你来了，欢迎你啊。老师，那个我现在一米五几，到艺考的时候能不能到一米六？宝贝儿，这得取决于你多大。你要现在高二了，那一米六不太现实啊。看你多大，你要是才初一初二，那肯定行，好吧？横叉开不了怎么办？小朋友横叉开不了，解决胯。解决横叉的基础是解决胯以及打胯的能力啊，提升打胯的能力。六年级120斤，你就怕丢我脸上了。可以学吗？可以学是可以学，但是得掉秤啊。一米六五，初三可以，可以。明天播不播？啊、我不知道徐老师明天播不播。看他们。看人家。看他们啊。来这个号。翻不过去，你翻不过去啥？30能不能开叉？怎么样？30岁跟我成年人小张小马40岁还在开叉呀，小马啊，170112，看你是不是舞蹈生，是舞蹈生还得减，你要是普通人就很完美了。给你个这种以前轻松下树叉也能超过180，现在不行了，能练回去吗？当然能啊。前桥后桥过不去，先练单腿下腰加单腿起腰，先练单腿下腰加单腿起腰啊。后桥翻不过去也是我说的，先练单腿下腰以及单腿起腰，下腰起腰蹬百步动作起来了啊，你就能成功一半，明白了吧？我还要练的是单腿的，单腿的树杈的倒立啊，不要太弯。这就是小张吗？樊胖子干啥？那能有个真相吗？我想看见他，看见他来气。直播小张了。是小张，是的。小张回归了，村里可玩好了。老师再说一下啊，忙啥了？别给我吓死就说了。14岁以下的老师不说你们的，体重、你们的脸还小，你们好好吃饭就行了啊。我就有好好吃饭就行了。听见小张说啥了吗？不说是不是绝对不关注你们，是不能说。小张说他过年要饭去了。吃饭不长身体了啊，绝对不长。六年级就可以考技校了呀啊！如果是附中的话，就得四年级准备，五年级考附中啊，进行小艺考啊。压岁钱我也不要了。小张说明年不要压岁钱啊，有没有小张的亲戚？好吧，有没有小张的亲戚在啊？他说明年不要压岁钱。艺考有没有不提升高？反正我这儿艺考报162以下的不收啊，我这儿艺考报162。这不小贾，小贾在这梳头发了。直播间有山西的本省的要报艺考的高二的孩子们可以私聊老师了啊，最近就开始报名了，最近就开始报名了，因为我们本身自己的孩子就能成立一个班，因为咱们这儿是小班制啊，小班制。就能成立一个班，因为最近好多联系我是外地的，我要捋一下外地的。你们摸鱼了，都在这摸鱼了。火焰是不是你妈了？到这边去，提前安排住宿等等的问题，明白了吧？火焰绝对是你家亲戚，啊、说听到了，明年不给你了。是按照徐老师的师傅。不知道。所以一定孩子的那个身材呀、各方面是有保障的啊。好了，来把凳子收了。不知道。小贾眼睛多少度？我不知道，300度，听见了吗？每次人肯定是多，他近期的流量就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可以。不要说些乱七八糟的。164，你要是想要完美一点的，下来要看那个另一个直播间啊，去哪？
呀呀呀，讨厌。教我了，啊，我在这儿鼓捣一下那个。你先拿上，嗯，准备，一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。啥光了？你不觉得我那个手机暗吗？但是他们看上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嗯，你的手机本身就是一会儿，你这边有一次特别特别暗，但是还播上没问题。但我就觉得我的颜色不对的了呀。不是你的手机颜色不对的了吗？我这手机比不过你啊！来，旁腿。你的手机是我的加强版吗？主要是我是想用这个号播，这正播的离得正近一点。好了，准备啊！又可说话。小张在那边。十腿后跨，五腿抬头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啊再上二啊，小马膝盖三。主要我一个人拿不了两个号，你知道吧？手机都挺瘦。我们现在暂时是山西人数最多，就是场馆最多的舞蹈培训学校，欢迎进入国家。嗯，差不多都是。嗯，不是艺考班，中考，中考特长班啊。
去就得去。嗯，谢谢宝宝。嗯，小李终于有点点根儿了，哎呀，真是太难了。好，准备后踢啊，右脚开始，谁后背往前爬了？啊，小马。最大的高一。举起来。后踢五十个啊，自己数出来一个、两个啊，从右脚开始，预备，五、六，开始。上身。练这个就。走特长啊，中考、艺考都可以，分数很好，很少，然后走。十八，你再数得快点，就你一个人在地上走。考试的时候会啊，考试的时候现在没有必要摘啊，现在没有必要摘啊。三，你说他们疼吗？他没有脱，他的脚跟不疼，他已经疼得要死。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在压脚背啊，在压脚背啊，可以看一下这个。嗯，再推，立起来，你在进入直播间啊？嗯，哎呀，高兴的，没有，一遇上你不发愁的，嗯，一遇上你不发愁的，你就这个状态，看他不发愁，他脚跟好，后背立起来，走，蹲起时，看人虚吗？好，走，嗯。起，家长喜欢这样的，谢谢啊。这不大家心心念念的小张吗？这不是，可猖狂了，在村里面。哎呦，看这。起，走，蹲。多大的孩子可以进班？进这个班吗？我们舞蹈从三岁开始啊，到现在都可以学，有少儿班，也有特长班、中考班、高考班。有啊，有参加活动啊，但现在暂时没有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春季就开始有比赛了。起，走，蹲，膝盖定住了没有？起，一个小时特别到位，蹲，膝盖找胸，挨住十秒。你高兴啥呢你？九，他估计觉得强度不大。七。小张是吗？五、四、三，看，他说啥？再来一组，好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知道了。没进粉丝群的家长进，因为近几天孩子们要开学，那么我的这个直播时间肯定是有变化的，大家在太远虚那，太远虚那。好，停。起来。好了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来开始逛街，两圈，人工带着走，逛街咋了？那现在很多人有俩脚跟怎么看呢？哎呀，哎呀，你走的真是太美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就不该跳舞点了，我该给你排一个那个那什么。你们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嘛吗？你们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嘛吗？逛街，逛起来。嗯，你们逛有算吧。为什么要逛街呢？就是幸福，就是幸福。啊，今天必踩，听懂了吧？啊，就是幸福啊！怎么说呢？小张，小张，哎，我就想蹬死你！什么玩意儿啊，小张？小贾，你给我带手。咱们就是一个开心，咱们就是一个快乐。
小李啊，咱再往前顶一顶，好不好？咱们整个就是一个艰难啊！这有了，哎呀，你看我俩多长？你们看到最后那个笑容了吗？就最后那一下最开心，看看划水了，划水了，看。你看你头俩多长，小马？小马的脚跟出来了。你看咱这酒杯好的就是海鸥呀，脚杯不好的能掏一下试一下，能掏一下试一下。指甲鼠掉了，你说的那可能是芭蕾，不是中国人啊。我看你好像就是瘦了，嗯，但是俩腿还是很粗粗粗的，这么看腿不粗，这么看腿真粗，嗯，看着都心疼啊，没事儿，不行。看着心疼。啊，来，我们这离得近一点点，嗯，再近，好。来，自己往回勒啊！左前腿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是他们没火的时候的情况啊！小贾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我今天工作你火哈、啊、就完了，好吧？挑战我的耐心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。咱们可以这样看，看这个分儿有多大。小贾进步非常大，这哪还一考生？这一半一大半是初中生。你看你这个破腿，啊？往回勒呀！你就是这水平啊！待会儿我罚你，你别给我哭啊！往回勒，往回勒！我告诉你，膝盖问题，你先放你自己的调整。走，自己往后靠墙十次啊！我现在就特别害怕他们把腿砸住。一、二、三、二、三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二，小马膝盖五、二、三、六、二、三。七二三八二三九二三十，摆入位的准备控制。咱们就是一个高兴。那是膝盖脚背儿夸克啊，人锅美死了啊，好看。你给我起来。好的。这儿真有个讨厌的，走好。五四三二。主力腿小李，一搬回来，好转吗？不是艺考生，我们的艺考生练的比他们好，艺考生练的比他们好，他们还小，嗯，走，反手往回勒，感谢，是丹丹吗？嗯，准备往里勒了啊，去贴墙十次，他们现在是最硬的时候，就是还没活动开，现在这个动作是用来自己活动的啊，各位。大家分享一个方法，六七走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三，九二三，你通过这个十停住，所有人的头都是正的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顶着脑袋，一个是低着头啊，脚背还松的是谁？谁还抬脚？谁还不会蹬脚背？谁主力腿膝盖是松的，谁后背是卸的，谁的胯是卸的。大家觉得？大家给我点点赞，点点赞。你咋那么讨厌？我不知道你在哪儿了，我看不见。啊，接。碰一下啊，走，好。膝盖。三。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。二。点点赞，点点赞。他就是有点怪。是可能的，就有别人说的不对啊，收。他们现在是活动阶段，所以整个是热身，大家能理解吧？来，反面跨度板吧。好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。老师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提早关注我啊，别到时候找见老师。我们一旦开学，我们的课你们更有意思，你们能关上我们三个校区所有孩子上课了，就不是这点娃了啊。两千多个学生供你们随便周六的看了，那家伙属实是多啊！嗯，提前关注，没进粉丝群的提前进粉丝群，因为粉丝群截止我在粉丝两万之前，我是不可能再建第五个粉丝群了，好吧？啊，然后咱们管理员看一下啊，每个群只能进一次，别让他们重复进了，好吧？嗯，预备，五六往里勒，一二三，二啊，这个腿一大，三二三。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二三，
七二三八二三九二三。我们学校校区在山西太原啊，山西太原。张科长，注意控制。二三二一，走空。五。这个孩子在上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！三、二，搬回来测试。感谢快乐一家人啊！他们最小的初一，最大的高一。嗯。离他们最近也就初一啊。五、六，小马脚背，六七，走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。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二三十二三，停住！点赞破一万，继续播。点赞破一万，继续播。那就直播间。谁没有背到肩膀后边去？我再跟大家说，这个感觉就像不是自己的腿啊，就不像自己的腿啊。粉丝质量是相当高的啊！第一个老师要跟大家讲，孩子们这个直播感谢、啊、不收费，免费的，不是上课。第二个，这里面有两个孩子要今年中考特长，你说还没有让我们开门，没有让我们开课，他们年后就要中考特长，我这儿有这样的一个免费让他们练的阶段，我认为但凡理解的家长应该是感谢我们的，明白了吧？这个就是小张 有一些这个带节奏的人，咱们直播间不能带节奏啊。好，准备空，谁膝盖拉了？看腿能不能砸到我。啊，好。三二一，好，收，小娇有点松，收。好了，来，姑娘们，先解决胯，胯太口了啊！某人，某人，某人，啊，某人，啊，你俩比较简单，是吧？你俩来，你俩直接给小贾去那个。你看他的腿伤，哎呀，做深了，你在这儿。我都回答几遍了，这还在问这个问题啊？你说同不同意？家长亲自送过来的，同不同意啊？还有人说老师的着装，咱们不是上舞蹈课，就是一个直播啊，也就不用说老师的衣服了啊，直播就是直播，咱上课这么穿的，属实是有点，是吧？啊。撕腿了，撕腿了，撕腿了！多少个人想看撕腿了，撕腿了！好，往里给他撕。来了，来了，撕腿了，撕腿了！啊。走，往里走。等一下。蹬，蹬，蹬。飞了，飞了是啥意思？你说飞了，飞了是？来来来来来。你俩那儿横叉呀！撕腿了，撕腿了，撕腿了！我给你撕，嗯，我给你抱住我，撕腿了，撕腿了，往里蹬，你伏地跨呀，姐，把腰仰脖贴住啊，让他膝盖冲正上方，能做到吗？嗯。不对，再来说。是吗？上到那里哭死。你这个话你给我怎么用啊？你年后考考了，国考啊。我怎么感觉压的人还哭了呢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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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这个就中考特长生。这个什么？你后背靠住近了，咱就甭数啊，靠住了就能数了。靠住，你帮他数三把，你再数我裤衩掉了。刚才想提醒你，靠住，轻点，你别使劲靠，镜子碎了怎么办？你胳膊肘真的，真的，哎，我的大腿！你靠不住，别数了啊！靠住，加油，加油！你是最棒的啊！你要拿出来你那实力、舞蹈精神呢？
还有你的阅读。硬死了这胯，你整个搬旁腿，胯都没写进去，旁腿怎么可能搬得标准的？你俩那边踩成那个德行是啥意思？贴地呀、啊？哦，你那边小李数300。够了吗？嗯。放轻松，深呼吸。想高兴的，他的脚已经抖得不行了，脚已经抖得不行了。想哭了。好着、啊。脚已经抖得不行了。别到你俩身上，走。哎呦哎呦！手起来，别让我。哎呦呦呦！真是让人心痛。手起来。就是、你妈数过300就算了啊！小张那个左脚高，右脚低。嗯。行了，去吧，你俩去，赶紧走。太凶残了，你不觉得呢？你不用起，给他拖出来，就在那打岔。简直就是。每天我们8点半到10点。手起来，趴平，让我觉得你呼吸顺畅了，感觉挺舒服了。慢慢吃，慢吃，慢吃。再一会儿。咱们就是整个一个享受啊，仿佛去了去洗澡，然后啊。啊，再放，哎，脚后跟再往天上转，脚尖假装他在搓背，死趴，哎，哇，爽。小李，你要不要来这儿啊？踩不下去，小李来这儿啊。小张和那个小贾给他蹬。快点点赞，点点赞啊！小贾已经不行了，看小贾已经不行了。啊？你先踩一下。小强说够了，然后老师不鸟，老师不鸟小强。够，到了啊！起来，来，咱先帮，来来吧，踩吧，把眼镜拿上，别让你踩了。哎呀，这是慢动作呢，姑娘，来来来，呀呀呀，来徐老师帮忙，哎呦，徐老师，青年演艺家，我们这老师是青年演艺家，真这么沉。擦地吧，服了，抹布擦地来了，是不孩子？哎呀哎呀，快快管管你的好姐妹，你俩数够300自己换就行了啊。开始了啊，第二个人啊，开始了，第二个人啊。嗯，手抱住我，哎，不要往那儿推，推的他俩就是，走走，开始了，姑娘们，走。走，这还没压就开始哭上了，这还没压就开始哭上了。你再推我，把老师都推跑偏了。行，哎呀，加油！你看他青筋，你看他青筋爆的，哎呦！走，再蹬，掐死我了，小李。那边，你用电炉再给你踩。他把老师的棉袜都揪住了。开始。可怜的，我要看到这儿贴住，不然王一哥，你脱了我袜子的一双啊，这样子，加油，走，哎，对了，你了，啊，用劲儿，来，咱们训练一下你数数的能力，慢数300，让我听见，开始，快点，3万2526273239333。你照拍那面，坚持，宝贝，加油！哎，这多棒！点赞，点赞。
好多人说你长得好看啊，你看这个身材，是不是开心了？看这才是开心的了，哼！哎呀，小张呀。然后老师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赶紧点点关注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正月十五不播，明天播。看见小张，哎呀。嗯，小李长得真好看，是吧？大家都夸你好看，你看。小张生气了，都夸别人好看了。在老李呀、啊。小张可是我们的颜值担当呢。这个孩子打小跟我，你啥意思？啊，你啥意思？在啊，在啊，在啊，你，在啊，你，在啊，你，好，嗯，那非常棒，看小张，看见，嗯，好，给别人压的时候嘎嘎高兴，嘎嘎高兴，看着嘎嘎高兴的。然后小贾的腿再一点劲儿都没有，小李后面搞着腿，到了啊，坚持十秒，十，九，就找你，七，又不知道干啥呀，哎呀，真服了，四。我专门给你截张图啊，你看看你的横叉进步多大。你之前第一，我当时是马老师，不想跟你聊好天吗？二一，来给他蹬蹬往前拉他的手，让他拉下去。看我们的麻辣女教师了，这是可以吧？好，那个那谁，小贾赶紧去打卡，人哥过来坐他，快点。小张去打卡，人哥过来坐他。小张，这开心时刻结束了。小张可是个逗逼，你看这小张，看见？咱们直播间带节奏的老师可是要进人的啊！咱们很多人是从那边直播间过来，是不是？咱们这个直播间什么从那边直播间过来的？屁了！直播间打个正能量，快刷一波正能量，老粉。咱俩都告诉你，咱俩直播间就根本不是一个点。嗯，肯定疼啊！问题是我就跟大家，他们要中考考特长啊！快给点点赞嘛，不点赞不带老播了，没人看。你现在你觉得疼，你到时候怎么办？你到时候考试分低了，考不走怎么办？嗯，给你看小佳的妈妈，看小佳妈妈在这儿头亏了、啊、舞蹈都没有不辛苦的。嗯，好，下去了吧。好了，来打卡打卡，欢迎欢迎，热烈看人家同学多有爱，还知道给搬腿了。卖拐卖拐，拐了拐了拐了，卖了卖了卖了。小张可高兴了，每天上课，你看这，嘚儿的，嘚儿的小张不行了，嘚儿的。小张，我们这孩子才高一啊，一米七啊，就是这么的残酷。小马、小张、人国、小简、小李，就是那么有趣，就是那么残酷。双腿并拢，三二一，来，走，起，走起来，膝盖带直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准备啊，走起来，走，一，三四小李，你还没有完全放松你的话。啊，三，苗苗说的太对了啊，孩子们真的是很辛苦，感觉也很用功，他们明白自己该怎么去加油坚持啊。二，你拿的宝宝没？啊、充电宝。没有线。五，呀，快过来，来，给我举一下，我下去拿一下。三，刘老师。啊，再用劲，五二三四，小张没劲，七二三四，给我把了，我下去拿一下线。四九二三。你随便拨一下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走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好了，来，姑娘们拿凳子，靠着。今天几个凳子？两个凳子。嗯，两人，那个，跟昨天一样的方法。
感谢大家的关注，给主播点点小红心，分享分享直播间。他们现在开始耗腿呀。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。大多数有个七八年、八九年左右的样子啊。其次呢，就是现在老师再说一下，临时上课啊。咱们老粉都知道，纯是这个阶段的一个这个直播的训练。我们学校还没有开课啊，没有开课。嗯，好，来，右腿上。欢迎进入直播间。没有关注主播的可以点点关注，分享分享直播间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另一个直播间黄河徐娜家也是学校的大号啊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。嗯，我把就是五分钟着急的宝贝儿，把你着急的，你拿着。哎呀，那你拿这个。好，来准备颤了啊！他们不胖，各位。哎，那你拿这个，啊，你去拿那个。因为像直播间有一些老粉，来准备啊，五六颤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啊，幅度再大，五六七八，四二三。敲鼓，我想起《满江红》啊，不知道为啥，《满江红》大家最近看没看？和这一样，对。不能暴露，不能暴。三，二，我的铁粉走了，我铁粉走了。哎，铁粉走了。不是女孩，是男孩，实际上。哟，哎，你今天可以啊，有点想夸你。来，走起。这就是学舞蹈的，真的很辛苦。大家总觉得，大家总觉得很容易走艺术。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，二二再往后，三二三四，你看这四二胳膊肘，五二三四，六二三四七，每一个都是这样子，每一个都这样子。三四九二下去不动，每一个都是这小小简直换双新鞋，估计是。这不是也破了吗？这不是也破了？四，这不是破了吗？三、二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松骨了，给大家松骨，这是我们的199的套餐，松骨套餐。二，好，起，好了，看看。想要做松骨套餐呢，联系我。男孩。关注点放到孩子的身上。嗯。好了，转念，准备。呀呀。是女孩，真的是女孩。
哎呀，这咋的推成推到哪儿去了都？好，来，姑娘们，快速了啊！你戴眼镜的小点啊！刚才跟你们说话的小点声啊！啊，这个鞋，你看那磨损程度就没那个好。来，准备啊！那个、小腿膝盖伸直，好，准备插起来啊！头大点，姑娘们。5 6 7 8 1 2 3 4 5 6赶紧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，5, 6, 马上下播了。3 4小甲加油，3 2 3 4 5 6坚持住。给主播点点赞，点点赞，我马上下播。7 8 6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82 3 4趴下去，不动。后腿延伸，脚背儿，姑娘们的肩膀，趴一下啊。真的很辛苦啊，练跳舞的，你看这个鞋。看他们鞋你就知道了，真的很辛苦啊。大家那个没进粉丝群的可以申请进一下，应该马上就满了。然后老师要说一下，正月十五的后天我们不播啊，因为孩子们也马上开学了。明天是最后一天的播，下来的啊，明天是最后一天播。然后咱们播的时间，现在的时间是中午12点和晚上12点半。你们觉得他们疼吗？你们觉得他们疼吗？谢谢你们刚才老粉们啊，一直在帮忙解释，直播间有一些各种情况啊，我也能理解。小张高兴的，高兴的又不行了，小张。五六七走。1 2 3 4 5 6 7 8 3 4 9 2 下去不动下10 9 8 7 6不怕贴地5 4 3 2赶紧给主播点点关注，一点点关注，马上我就下播了。好的，明天最后一天直播，不然就看不到了。大家自己会发现这场身上的味道，是自然会发现这场身上的味道，因为他们只是一场生，明白吗？既然要训练，就在训练里改他们这个日常的阶段啊。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！快去把垫子的鞋收了。快点！昨天能报腿，今天没有让他报腿，明天还有下一个要练的东西，大家不要着急啊，不要着急。点点关注，下播流。中考不叫加分，加分在徐老师小时候就取消掉了，中考叫特长，明白了吧？如果按照咱们是在山西太原，你靠中考舞蹈去考特长的好的高中，文化分数一般是在70%左右，也就是举个例子啊，不标准的例子，如果说是你考好的高中正常需要580分来你乘70%，你算一下这是不是一个捷径？好吧，我这么说肯定很多人清者自清就明白为什么孩子们这么努力啊，为自己的未来去争取，何况他们也确实是也喜欢舞蹈啊。好了，来，前腿后腿不用我再说了吧，两人一组，两两人就把后腿搬了，留下一个最硬的我负责。看学生们又知道要开始松骨套餐。最硬的你们自己定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甲的前旁腿要再搬一点，刚才前这个就是小甲。那条那条，你差不多左腿吧，左腿再搬一点啊。我自己自己搬后腿。咱俩是，咱们算是，那这是这是。看他高兴的，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！马上要给大家上松骨套餐啊，199的松骨套餐。这个应该是顾客，这个应该一会儿就应该给他松呢。三个姐妹正在商量。哭呀！我看。高中可是，咱们太原的家长肯定知道。
道，比如说是48号，无法面对，无法面对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幸福。那是他妈妈，蓝色衣服是妈妈。还是无法接受松骨套餐的事实。这个你丽爷爷一看就是个爽快人啊！看着有人高兴的。摄影师是女生啊。看高兴。摄影师拍的这个。两个姐妹，两个姐妹正在商量。你离得远点。离得远干啥呀？挺好的，离得近点去。你弄你的。你弄你的。你多少吧？你多少？选出来没有？啊，你俩是当男的，是吧？啊，你俩软，你俩可以啊。那排张家吧。来谁？那就都我班是吧？你俩，我班啊。小李的这个前程多少钱？我就搬你吧。你说啥？你说。注意点啊，就是容易掉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，哦，我已经那啥了呀？咋了？管我对不对了，怕他。你多少？我这都7000多。这就是，这就是大家的松骨套餐。他们就开始，这老师不穿练功服，哎呀，我的号已经纪检监察的。我的号已经说过了，我已经把他们都不能评论了，让他们评论吧。麻烦了，跟大家解释吗？纯直播又不是上舞蹈课，上舞蹈课必须专业的，那 是吧？何况我这我也有个人生活，我下播还有我的事情。这个是摄影回复的麻烦了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摄影师是你膝盖，我没碰你膝盖，这是一球球的，我们一会儿还会。我就没给你有增值服务。哎，真吓人了你！你自己力量给我。偷偷的猫一猫。吐气。哎呀！哦。这配合的真好，我刚说完他就说。我今天可是一个一个的。那给他拍吧，帮他把凳子搬过来，先把他再给我一个机会，还会给机会了。你高考的要有增值服，要有增值服务了。今天啊，一个一个过后腿，昨天的后腿搬的太恶心了。昨天我因为啥生气的？你又哭呀？那你不然哭会儿？来把关注点拉回到孩子身上，管他男的女的，就是。他或许一半一半。这干啥呀？这是。老虎凳儿开始了，老虎凳儿。帮忙呀！躲上那么远。嗯，进粉丝40。高兴死你的呀！还有你咋了？你是高兴的流口水了。加油啊！看这一排齐齐的小白牙儿，非常好。这条腿可以啊。哦，侧身，你这两天不发体重，是因为你这两天胖了？是的，胖了2斤。没有，年都没胖。还是不疼，你看这高兴的，还是不疼。人家小张已经比你少了5斤了，你俩一样高啊，加上你的2斤，小张比你瘦7斤。看小张，这个就是小张。比他瘦了7斤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忙起来啥也不记啊？学生的事我就从来没忘过。嗯，那个粉丝群进团面4群，下播老师会通过的。不行了，已经。稍等等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3秒不转过来，立刻再来点。3、2。还是不疼。小张害羞了。还是不疼。嗯，小张害羞了，小张。评论区那么能卷我，他害羞了。往哪边看？往哪边看？这边池子腿啊，又要喊！你刚才用劲贴脸了吗？你这条腿，10、9、8、7、
六五四三二一，你一会儿这条腿的前盘给我重搬一遍啊，你刚才就没过关。今天都来了，他们四个都来了。像不像那搓背的？加油！这个肩自己主动往前，别让我老动你。对，这不是他的腿，这是假腿。重来。啊！是的，今天来了五个人。嗯，化学教师。把凳子收了，姑娘们。来，准备谁？前旁，转后，一个一个过，接着给我，快点儿。明天就是你们开学前的最后一场播，所以你今天还没有达到我认知范围内的最好，没让我看见进步。那这二半夜是白辛苦啊！白辛苦，白辛苦，看我。来，赶紧点点关注啊！明天最后一天直播了，明天最后一天直播了啊，姐妹们！来，刘老师，钻进去。不需要我搬，不需要我搬，这就是后腿骨不能搬直的啊！哎呦。我们的麻辣女老师，哎呀，也已经感觉到狰狞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刚刚那个孩子准备中考特长走的。就是憋气了，嗯，播电影了是不是？啊，岔气儿。麻辣女老师，母亲，我不准备搜。小张又兴奋了，小张又兴奋了。我们这个套餐是69啊，半腰。你俩要求是到过去200+，听懂了吗？看高兴的小张，他觉得他能行。小张说他能行。好吧，我回来直接检查。来，我排一下顺序啊，那个，人锅、小马、小张、小贾、小李，一个一个过。你们上前了，我这有啥事？哎呀，我记，没人了。我说就是没必要。那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哦哟，哎呦，哎呦，让轻点儿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来，来啊！他要给大家表演一下如何扳直啊！咱们赶紧倒数两位数啊，二一到位，呀呀呀！哎哎，刚截了一下，哎，真的要命！我刚那个啥一下，你重弄一下，我给你截了吗？是你重弄一下。哎、啊、呀，换条腿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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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来来来，你试一下。现在我直播间场观14000啊，你可看着点，我跟你讲，搬不上去，你试试。15000了。哎呦，走啊走！你速度稍微快点，比较像六十岁老太太。呀呀呀呀呀！姐妹，你行不行？姐妹，姐妹16000了，姐妹，你能不能搬一个腿了？你刚刚搬那个挺好的，我给你截一下图嘛，是。他那条腿能搬上去，来来来来来，快，快点快点儿，你快点来，一会儿没人了，你赶紧的吧你。你快点，应该少了1000人了已经，快点赶紧。走，快快快。咱们速度和质量啊，赶紧。这个孩子才高一啊，这个还才高一，哎，好，接着，哎，完美，可以截这张图了，可以，可以，
啊，哎，看又开始故作那个啥呀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孩子是高一的，高一的准备走，准备以后走特长。看见小张这，哎呀，哎呀，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，小张。小贾，小贾郁闷的了，小贾周，小贾周郁闷的了。小张，小张有了新要求了，小张要睡觉呢。这个孩子更厉害，这个孩子更厉害，初一这个更厉害。啥啥啥？说说说啥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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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说说说，你看，我零度间过不去了。他说他零度间过不去了，咱们一会儿就喊零度间，零度间。退，退！哎，你看你。我这边有你爸抱过来的人了，就是零在大抱你的。咋了？你管了他？他就零度间吗？他说他过不去零度间啊，咱们一会儿去徐老师的号提醒啊。嘿，看见没？我觉得我们学校学生颜值都是完全没问题。小贾郁闷了，小贾你看，小贾要跟我通融关系了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哎，你那多少人？1.3，刚刚他搬腿1.6啊，这个是小贾，看见小张真厉害了，我们人气担当小张，小张看呀这，哎呀，真是气他了，真是，哎呀哎呀，小张零度间，小张零度间，哦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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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啦不啦。我有那个截图，他刚刚把后腿啪搬上去了，截住了。谁呀、啊？他嘛，小张嘛。是啊。他截腿的，他截腿了，他搬上腿就是16000，他搬上去的时候，看伢拧的，看伢厉害的。来，这个孩子初一啊。拎好看一下我们的麻辣女老师。二、三，后背啊，我要给你看后背啊。如果让我发现你的后背是松的哈、啊，还有肩是歪的，膝盖脚背，主力腿头顶尖。转个动。好，走后。赶紧点点关注啊！明天最后一天直播，明天最后一天直播，不点关注找不到了哟。看见小张，死货。小张零度间，小张零度间。回到反面去。人过初一，现在这个孩子。小贾，你现在入戏了，一会儿可以演一下，演一下。抬头看脚尖。胳膊肘别挡住眼，手跟着看。那看见这你的，转过来给你把摄像头。有阵后，上后脚。呀呀呀呀呀！提了，膝盖脚尖再薄，又累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好，单手侧身。快快快，点点关注下播呀！胯卡坐正的。干啥吧？操的，你拿我操，我在剧组才操了，你看那手。胸骨家原本是直的啊！结果给我大骨擦破。哼，钱算吧算。直接抓上。呀呀呀呀呀！这个孩子初一啊，才初一。感谢感谢。别人家的孩子还在着急在这儿录音。再回来，再来。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咱们就是一个字儿，就是厉害。咱们就一个字儿，就牛逼。看人家这，那，一句的说话，给你句的说。小张说他右条腿搬不直，咱们一会儿就让他搬那条腿。往回来，看这个学生的表情。好，
晕住了他的脸。你咋了？你也酝酿情绪，准备哭一场。这两个孩子不对的了，哭的不行，感动的。同学把腿搬上去，把他感动坏了，感动的。好，走，哭。这个孩子才上初一啊，这个孩子初一啊，一直都在我们学校学的。也许他需要一个拥抱吧。就是你讨厌。就是。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，马上就下播了。呀呀呀！初一的孩子是。收。收。你收肚子，收。收肚子。来，你就一项了啊。初一孩子，我跟你看，这个孩子学习又好，有可能高中还不都不走，高中都不走特长生了。嗯，俩不知道咋了，又 emo 的不行。一、二、三。这孩子初三。嗯，咱们开始刷播正能量。小马，小马，呀呀。小回来，小马。牛逼。来，老师看后背了啊，后背，后背。嗯，好。搬出，别动，别动，搬出。走，空。好，转旁，这么多老粉啊！徐老师，谢谢大家啊！老师也看到大家谁在认真解释，没关系的啊！咱们既然直播，就要听这样的呀，但孩子们有没有进入老粉？这个角度感觉腿和假的一样啊！那做这个事情本身就没有收费，咱们问心无愧就行了啊！点点关注吧，明天最后一天直播。因为干嘛？因为人多，他到了反面。他的旁腿到了右肩，君主了。你们说的我都笑了，再往回来，加油！啊，再来！好，对对对对对，头就看小尖去。哎呀！再往上走，我今天给你们截了图，你们回去自己看谁更好。好，走双拖掌后，注意大膝盖啊！记不记啊？我这个死孩子不许刷礼物了。Okay. 好，来单手侧身，因为他们马上这孩子初三，为什么一个一个过啊？这孩子初三，几个人有个群，让他们看几个问题。这孩子初三。第二个呢是他们马上正月十六要开学，我们正月十五就不播了啊、嗯。好，走转，脚尖眼，行吧。点点关注就下播了，点点关注就下播了。五十下播，五十下播，看看粉丝能不能达到一万七啊，一万七啊，达到一万七，我们考虑一下过两天继续直。哎，好一点，再往过转，弯一下啊，这就是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啊，反手，看青花羊羔，得带头像那宝贝儿啊，各种着急，谢谢你们啊，还有五分钟，再往回来，再来。走，抬头。还有五分钟，马上下播，马上下播。大腿贴头。喜欢主播的就赶紧点点关注。好，收。孩子上初三了。收。孩子上初三，给你撸一撸。嗯。给你冲一下。是的呀，但是我，不过五分钟了，应该能挺住。来。咱们就像。三，谁给我拿来充电宝？你就这个就行啊。马上下播，我倒数五个数下播，没点关注就能关注啊。我们五。大家抓紧。四。三。二。你换一下角度嘛，就是直接的。二。
好，往回勒，再勒，勒到反面去。嗯，这边好一些。好，走，空。拱脚。好，走，单手侧身后腿。咦，下脖。谢谢这个 LJ 啊，夸我是良心底。好，来，上去有点。赶紧点点关注，赶紧点点关注啊！下播了啊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开学之前啊，你们给自己留一个，自己看看自己。明天见，明天见啊。有进步，咱这些天晚上。点点关注。是吧？膝盖直。哎呀，好。好，抬头鼓，再往回累，手臂也得有劲。哎，对了，好，下。走，收。哎，没关成。你捋一捋，怎么了？没关成，咋回事？哎、我看看咋关、啊嗯。我看看咋关，这咋回事？好，来，走，一。卡住了，手机卡住了。赶紧点一下，我看着怎么弄一下。我看后台推一下点不点用，我看一下后台推一下点不点用。看看后背，别闲话。